看看新闻网。一眨眼呢，小燕子李晟和福尔康李佳航相恋已经4年了，眼看这恋爱时间也不短了，大伙儿啊都在为两人的终生大事着急起来。近日呢，李佳航携手朱亚文、杨紫等出席电视剧《天生要完美》的发布会时，就跟大家透露，其实人家早已经是求婚成功了。电视剧《天生要完美》讲述了一批个性反叛的90后大学生走进特殊的军事训练营，与80后教官们发生了一系列碰撞和较量。而李佳航则在剧中饰演90后反叛大学生的代表蔡米，其实生活中的他是一个非常懂事体贴的男生。自从与李晟在《还珠格格》结缘之后，两人恋情如今已经有了最新进展。会尽快吧，因为应该已经提上日程，然后希望把好消息尽快告诉大家。是已经求婚了吗？对，表达过。作为李晟的好友，又是李佳航在这部《天生要完美》中的亲密战友，杨紫由于工作原因没能亲眼见证求婚现场，只好早早跟两人预定下来，要凑他们婚礼的热闹。花童，我是花童。新锐在线，北京采访报道。